怎么这么早回来了？是啊，正好要跟你说一件事。公司下午派我去出差，大概两天后才能回来。可是明天不是周末吗？是啊，不过这一次啊，公司派我和浩宇一起去，你就放心吧。好，那你快回家歇会，我去买菜。凉凉，亮亮，亮亮，浩宇，公司不是派你和郑东出差吗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出差？没这回事啊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没什么，我先回家了。月亮，我要出门了。嗯，那你路上小心点，注意安全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六，喜欢我们就关注七点半，每天与你不见不散。